现在继续。星期六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下一个破音了，听见没有？听到了。下一遍，再来一遍。我们是乐家，他又抢了拍子，还破了音。他真的好喜庆，你是杜海涛的亲戚吗？今天那个位置是属于他的那个，你知道？专用席位。专用席位，亲戚专用席。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快乐大本营这个一直大家非常期待的男神季已经火热的启动了。那我们男神季的口号呢，叫做快乐大本营男神季，率真无距离，就是又帅又真，跟我们又无距离。所以我们这个口号要不要喊一下，一起来一下好不好？期待那个女生会不会又破音呢？率真无距离，记得住哈，没问题啊，好不好？要热情，但是不要破音，好吗？答应我好吗？这位海涛的亲戚小姨子，啥？你要喊不好就取消你的专用席位。好，准备了啊！来，各位亲爱的朋友，快乐大本营男神季，率真无距离，收了， yeah, 收了，小姨子收了。我跟你说，年轻就是要释放。当全世界的焦点在你身上呢，你不要躲闪。你要放出来，破音又怎样？好，这样我们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要互动一下，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新浪微博，我们的活动叫做帮助你身边的男神上快本。哇，其实推定了我们节目当中真的就有可能会让你心目当中那个男神的形象出现在快乐大本营当中。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就是跟大家聊起身边的男神，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身边的男神，欣欣。你们三个都是啊，我身边的。我会想到我的爸爸。哦，那你比较那个，你比较温暖，好吗？那么大的七个字，我的爸爸是男神，我一个个问呐、啊。我以为你要说一圈嘛，最后才点名。因为每次我们主持的风格就像何老师提个问，我们四个人就回答一个肤浅的，他最后就说观众在我的心中，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会点题，没想到的，没有，我们身边的男神就是我们的爸爸。哎，是真的，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爸爸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带着光环，然后又很高大，然后又很慈祥，就是觉得男神的感觉。是啊，你看爸爸就是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而且小时候，就是爸爸会把就是我们抬在那个扛在肩膀上，对，海涛是扛不住的。我现在我记得从小看着我爸就是特别高大，特别高大，慢慢就看下来了。哪有？你爸好帅，好不好？我说我成长，小时候父亲是山，长大了父亲是山谷。我明白为什么这样，原来是这样看，是这样，是爸爸在做俯卧撑，爸爸在锻炼，对吧？所以看以前爸爸吊威亚，现在爸爸是做俯卧撑，做俯卧撑。那我就说到这个爸爸是男神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会认同。我们今天请了《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五位帅爸爸来到我们快乐大本营，这也是我们男神季的这个天团级的阵容了，好不好？是的。对，那先不用介绍他们的名字，因为大家应该也很熟悉。那现在也在追我们的爸爸去哪儿的第二季，掌声欢迎我们的爸爸们上场。
吴镇宇。黄磊、杨威、曹格，跟那个观众来打招呼啊！我们一个个来，我们先从杨威开始好了。嗯，大家好，现在我出场都是杨洋洋的爸爸杨威，欢迎杨洋洋的爸爸。好，下面是陆毅。大家好，我是贝尔的爸爸陆毅，欢迎。我是范门的老爸吴建宇。我是多多的爸爸黄磊。我是 Grace 姐姐还有 Joe 哥哥的薯条爸爸 Gary 曹格。好长的名字，两个嘛，好长的介绍，好长的名字。哎，其实这五个人里面呢，陆陆续续都因为有一些作品，然后上过快乐大本营。吴镇宇导演在我心里面是特别特别酷的。嗯，我没有想到他会参加这种其乐融融的亲子节目。你还要我说出那四个字吗？不是，而且他，你知道吗？他穿衣服现在有走卡通路线。真的，我不能，我可以勉强接受。这是你知道吗？小心掏枪。很多女生喜欢这种的，你知道？我可以接受这个，但是裤子短一点，有点像吴镇宇导演。我们说好的要穿短裤。我这条就是杨明借的，跟他短裤，这个长的。姚明的短裤。但是你从哪里借过来？对呀，我说好的是短裤，这是我太太的裤子。哎，那黄老师其实好久没来了。是黄老师，你是怎么？我们那么好的关系，你怎么就一直没上大本营？也没人邀请我。那当然。不可能，好像也是。是这样的，因为他拍的片子一直没在我们台播。我们去前年那夫妻连线就在今天事儿啊，他和陈数那夫妻连线怎么没来呢？我也不知道，哎呦，台里播了都没来，哪有小事儿？我倒没觉着老没来，因为这么多年我们老在一块儿，跟娜娜跟炯炯，尤其我们在一起演了7年的舞台剧，对，所以我给娜娜和娜娜给我都留下了彼此深刻的印象。我跟你说，因为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黄老师是我又爱又怕的人。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娜娜崩溃，就是在黄老师面前，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排完了戏之后，我们大家一起聊天，我们剧组是喜欢谈心的，然后对黄老师就说娜娜就是想让她变得更好，说了她之后呢，娜娜就在那哭。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我们当时是在玉恩泰的房间，你哭一晚上，娜娜坐在那个玉恩泰的床上，我在旁边陪着她，她可以把玉恩泰的床整个哭湿了。恩泰后来没有办法说，因为全省真的我，他能哭好久，他是嚎啕痛哭。黄老师先说了一句，他说我是当老师的，说我的学生毫不留情。我说那你说一下我呀，真的是这个状态。你说我呀，他说那我说你啊，也是说完以后，我嚎啕大哭。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这个保密，这个保密。回头聊啊，然后。我就哭，我记得还有袁泉，袁泉就一直劝我，然后何老师开始劝我，劝着劝着他也开始哭，因为何老师有陪哭的习惯。我们哭了一整宿，捧场，好像十几年的那种排毒和冤屈。我记得他来录别的台的节目，湖南台别的台的节目，完了之后录完了之后说，炯啊，晚上陪我去喝一杯啊，我好开心啊，因为当时黄老师一头长发呀。中分呐、啊，你知道他要我去找他喝一杯，我觉得那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啊。但是只喝了一杯啊，你这样不是不是重点是不是，重点是黄老师，你说我让他陪我去喝一杯，他就给我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坐在那儿之后，然后就点了个东西，我也没注意，一会儿人家端两个扎皮的杯子，但是我一看这什么东西啊，两个扎皮的颜色特别怪，我说什么呀、啊？他说珍珠奶茶。好少年，我说点小点心，我说九，我说那个喝一杯的意思不是喝杯酒的意思吗？啊，哦，黄老师我不喝酒，我以为你让我陪你喝杯茶，我就点了两个珍珠奶茶。你知道是扎皮的杯子，黄老师茶太清淡，沾点珍珠比较好。少年人没有，因为那个电视台对面就是一个卖珍珠奶茶的地方，然后黄老师那脸色你知道有多臭，你知道吗？后来结果是他自己又那个悻悻的点了一杯啤酒，我有一个人喝两杯珍珠奶茶。
好了，那今天呢，为什么先一开始聊了黄老师这么多这个跟我们之间的渊源，就是想告诉大家呢，其实这五位今天会跟我们很好的用朋友的方式，我们好好的来这个过过招，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对《爸爸去哪儿》的生存法则。我们先看第一个。好，先看第一个。可是录节目太累，要体力好、哦、确实是生存挑战，第一生存法则，确实对，感觉每天都是铁人三项。可是我记得你跟我说，杨威，你跟我说第一期算是下马威，后面有好一点吗？最近录了这一次差点要差不多要吐血了都快。Gary 你来的时候，曹哥你来的时候，我听说你有跟林志颖就是讨教一下。那Kimi 爸爸是怎么跟你说的？我跟他通电话，他就说你就当作是旅行就好了，很轻松的，没事没事没事，你就当作是旅行，很好玩很好玩，就这样子。真相是，结果是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了。你没有联系，跟小智没有联系，他不接我电话。这一季的特色就是一个难度接一个难度。我见你们踢完足球累得跟猴似的，然后还要扛水上山。对，还得就我们俩去扛水，我们俩挑水上山。陆毅是觉得那次最累，是不是？真的，那一次真是太累了，而且重点是播出来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对，就是说。就拍我们打完水，然后下个镜头就直接到山顶倒水。其实是很长时间，很长。你知道那个山爬上就没有东西，不负重都很难走，而地都是泥。嗯。然后再挑两担水。嗯。小鹿吧还是比较运气，他那个水桶漏了，所以他一路走的时候水还在洒，他后来说有一桶水漏掉。我这两个桶特别结实，你知道吗？两桶水抬上去真的崩溃。确实在是不是？对对对。还有哪次很难？我觉得那个包粽子那次也很痛苦。包粽子不是应该很简单吗？对，我们是站在圆的脚盆里，飘在水上，嗯，然后呢还得够那个米啊肉啊，够不到。哦，米在上高处。我们唯一的支点啊是下巴，就拿下巴当手，拿下巴当手，拿下巴就够着那个台子。不是，黄老师，你要先说我们怎么样才到那个地方才能够取材料。我们是一个盆，我们滑自己滑过去。自己滑。而之前我们有赛跑，然后用什么来滑呢？不是，赛跑完就轿子，是反正铁人三项。抱冬瓜啊，对，还要抱冬瓜和抱小孩。我是用个勺子来抱，然后还有动的，然后就坐在里面一阵，哇，根本跑不动。我记得上一次就是睡午觉啊，亲子对啊，然后就是亲子教育啊。但是这次我们也有。睡午觉了，也有了。就是我为什么啊？我就是我从6岁以后就把睡午觉就戒掉了啊。从这个节目开始，我就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累，因为抽空抽空我就想睡会儿。曹格睡到就昏迷了，然后湖南卫视的李台长去亲临现场视察的时候，然后你们的总导演谢涤奎就说：“哎，曹格，他就拒绝起来的。”曹格有可能其实是醒的，但因为他太累，他抗议。真的睡，真的睡得像死猪一样。我觉得你们这个太累了。你知道他们在打那个糍粑的时候啊，不是每个人喊口号吗？然后黄老师就一直在喊一个人的名字，就打那个糍粑。导演的吗？对，我们都是到后面才知道。我一陆毅是5:30，因为头天晚上比赛输了，早上5:30，5:30就去弄。我给他们做的早饭，去蒸那个糯米。对，我们是7:30输了一个环节。我跟郑宇哥一组，对，你们几个一起来了。那个就拿那个就是打那个糍粑呀，打糍粑年糕啊，糍粑打年糕，然后打时我们就实在没力气，但是我们之前在。重庆天坑就学会了喊川江号子，我们就发明了新的号子，这个号子的名字就叫做谢涤奎。最好笑的是杨威跟着喊了半天，他不知道谢涤奎是谁，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号子很有，我也不知道，绝对是心里是有，因为他喊，不是我想到他们一到那儿。不是一般就是先找房子、啊、先看一下，然后选家互相休闲啊，互相聊天。他们是先下坡，下了好久。下马威，天坑嘛，对吧？那个天坑，真坑啊！我们给点时间给振宇哥解释一下，因为那个播出来没有那么全面。为什么那个驴子？观众不太懂你为什么会那么抗拒那个驴子。他们说要把那个用品就放在行李那个驴子两边两个布袋子，对。那我就收拾了。他们就说你们选好你们要放东西的驴子，之前有一头那个动物呢，他就结果演得好好，结果他们就没选那个，我就后来一瞟，哎呦，最后就是我就放上去了，我就不敢过去，我说啊老兄那个叼着一口烟，老兄你帮我放那个我的衣服放上去，
他说你自己过来吧，你自己过来啊。因为我过去我就怕那个女警踢，我就那不用了，叫女警休息回家，我自己扛，我就自己扛下去。这样的，因为我真的怕那个人也控制不住，这个拉得很紧，过来吧。他说他拉不住了，因为他一晃，那女警就不就跑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驴子也是第一次到那个地方，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哦，他跟我们一样也不习惯。哦，他们要给我们一个错觉，这个地方很艰苦。要用女子才能下山，下到半路，我觉得振宇哥要过去了，你知道吗？我感觉他要过去了。最后小鹿说：“哎，看老年组过来了，振宇哥。”哎，你们相对第一季好像好多东西，你们相对第一季平均年龄好像是要大一些，对不对？对，不平均，因为我把那个年龄拉下来。昨天振宇哥还说，为什么这么残忍，把那两个字还打出来？对，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把那个数字标出来？它的意义就是，你看，那么大年纪那个人还来参加，大家都放心一下，这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不是不是，是一种尊敬，对爸爸的一种尊敬。哦，大家要尊重这个人。我跟你说，你要告他们，这是你的隐私、啊。当然了，我没有这个，哪里那么小、哦？脱下你那个慈善的外衣，瞪他们。是谢迪奎。告他们。谢迪奎。谢迪奎。谢迪奎。你坚持要带箱子下山，那箱子里面装的是武器。对，没有勇气就已经锁好了。哎，谢霆锋扫射。你知道我这么坚持，那就是生存的武器在里面。朱哥，我找振宇哥，我说振宇哥，箱子给我，我来帮你拿。那么我有体力，我可以帮你拿下去。不用，我连要了三次，我印象当中。然后他说，我振宇哥，我帮你拿箱子。不用。我要证明给、那个、最后我要到的也是一个证明给那个 donkey 看，我们不用那个 donkey。不是，我在想，然后就一直碎碎念。I don't like the donkey. I don't like the donkey. 你那么生气，为什么？你帮我解释一下。与此同时，旁边还打上他的年纪。I don't like the donkey. 不是，我当初。那问一下，我们五个爸爸，请你们指出来，五个爸爸当中体力最好的那个。我说三二一，大家一起指，好不好？来，三二一，体力最好的是。黄磊老师怎么？都是指的黄老师。指的黄磊。应该所有人都会指杨威的，他是体操冠。哦不，第一集杨威是第一个倒下的。第一个倒下，哪个部分第一个倒下？哪个部分都是踢足球啊。上去先是曹格跑了一圈，我就觉得很容易啊。正式开踢之后，叭叭叭一通长途奔波，叭没进。完了我就废了，你就废了，直接废。黄老师其实，一起演话剧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特别精的。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有，没有他精力特别好，他永远没看到过他打瞌睡，永远没看到他累的时候。看过他打篮球。对，主要黄老师他还经常教我们如何运用呼吸。对。不，后面有一次我觉得黄老师这个马步体力好，我是觉得他有胃疼嘛，完了有24小时没吃饭。对对对。完了之后我们是榨油嘛，榨油的时候。我们吃饭的人都已经顶不住了，他没吃饭的人这个还能。其实黄老师你不用这么拼的，黄磊老师靠的一种毅力。我也只是想让他快点结束而已。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谢谢谢谢。而且镜头带着黄老师都在干活。对。于是带到杨威，他就在田埂边坐着。这个一开始就大家就说他体力不行，作为世界冠军，我们杨威今天要逆袭一下。逆袭吗？对啊，作为这个体操世界冠军，也有可能我们在泥坑的足球赛里面没有发挥的最好，但是有些动作，杨威我们是做得来的，做得出来，我们别人不见得能挑战，好不好？好，杨威简单几个动作好吗？注意安全啊。这个好简单，乔哥，乔哥，乔哥，刚刚在起来的时候你还装作头很晕，哎呦，还可以翻回来吗？哎呀，哎，等一下，乔哥赢了，乔哥有被自己的牌子打到，但是站着，你硬装过，没事，没有。因为这个是有升级版，刚才只是试下垫子，结果曹哥以为他完成了全部，很帅的过来表演了一下，他只是试一下垫子，来，曹哥看清楚啊，哦，哇，等一下，这可以。就是到这儿的时候，到这里是帅的，这里是这五大哥可以，来吧，振宇哥可以，来，陆毅来，陆毅来，陆毅，陆毅绝对，我觉得应该小陆可以，陆毅领带要不要？可以，对，陆毅，
陆毅一看就是活动外景，爸爸去哪，那腿上全是蚊子包。陆毅已经让我多次刮目相看了。纯用脖子支撑了全。你回头看回放，你会后悔。你脖子没事吗？爸爸好心啊。没有，很危险。脖子着地啊。曹哥来一次，曹哥来一次。来来来来，脖子小心脖子啊，那个要不要一定要小心啊，小心啊。曹哥，你要不要把牌子链举了？你把链子放到 T 恤里面。等一下，嗯，我觉得不要试了，真的。真的不要试了，真的不要试。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你索性来一个最难的，刚才录音做不到。这个动作是有危险，是有危险，是有危险。不如我们来第三个，好不好？涛哥，好，试一下嘛。好，试一下，那你注意安全啊。Gary 要试，我是慢动作的。越慢越知道了，知道。好，来啊。但是陆毅很实在的。来了，曹哥来了。曹哥能否挑战成功？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知道了，知道了。好，来啊，但是陆毅很实在的。来了，曹哥来了。再一次，再一次，这次来一起踩死啊！一起踩死他。曹哥，别认真做啊！对对对，哎呦哎呀，对对对，哎呦哎呀哎呀。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刚太拼了，因为你的不太一样吧，好像不是一个动作。对啊，我在这儿听到完全不是。你知道我在这儿两个前滚翻那个声音啊？哎呀！怎么？就是翻的时候自己有发出声音。因为杨威是在这儿呢，就是那种就是特别舒展的空中一个停顿，然后慢慢优雅的翻过来，然后那个其实曹哥是想 hold 一下，就把自己控制住，一下又没控制，等于摔到后面。哎呀！振宇哥应该可以吧？这还是振宇哥，别做了，这个动作危险，真的不是。不要振宇哥，你要看我做一下。不能逼你，要不然你把我武器掏出来。啊！你来个最难的，最难的让这就完美逆袭，好不好？让我们快乐家族来做。那你来。海涛，我说不要，真的真的。我们做一个静的，做一个安静一点。好，做一个安静的。来，我放你呢。哇！这个麻烦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来，陆小陆，你做，我们扶着你就行。这是。陆毅可以吗？对，曹哥可以。曹哥又来了。曹哥又来了。曹哥真的很拼。曹哥，你作为一个金曲歌王，你何必在体操界这么拼？这个动作有简单版的，就是分腿，分腿就会比较简单。曹哥起来，起。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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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看出来了，这个团队里面最坏的是这俩。我发现了，曹格，你在《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是食物链最底端的，加油啊！哎呀哎呀，但是曹格是底。哎，放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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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越努力越心酸。鞋子太重，鞋子哦哦，对，鞋子太重。没有这个动作正常的，让振宇哥来一个。走走走走。做的时候打上那个岁数，这个哎，你们都没有人扶一下，要帮他抬一下呀？哎，行了，要帮吗？差一点，差一点，成功了，差一点，哎呀，差一点，成功了，啊，差一点，成功了，成功了，哎，成功了，没成功。这个我们全程会打上年龄的。振宇哥有一秒钟，一秒钟你有腾空，一秒钟，这个太难了，这个。我们想问一下，如果是比如说啊，五个爸爸，你看一下我们快乐家族里面这三个男生，如果去参与你们的这个挑战的话，因为这一次《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有一点类似，这个家族就解散了。真的假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累散的吗？就是我们会取代你们当中体力最弱的是吗？不是，可能有的人就不回来了。对，回不来了，是吧？回不来了。海涛被留在那儿当压寨夫人了。这样好了，你们随便出一个人，我们随便出一个人，我们来掰手劲儿，看看谁的手劲儿大，好不好？我们点他们的，他们点我们的。我们派何老师，你们派一个就行了，可不可以？我随便吧，吴老师随便，没事吗？没事吧？振宇是吧？我看你好像休息一下，振宇哥一直在休息。你先这样，恭喜哥，恭喜哥，恭喜哥。你先跟何老师来一把，
好团结。等一下，可以抓桌子吗？两只手啊，一只手啊。来桌子是吗？不行，不来桌子吧。轻松轻松。不要小看，不要小看何老师。让一点，让一点，让一点。准备，不让死的惨。加油何老师，啊加油何老师。哇！哎呀！开始你是没，开始你没使劲。哇！加哥，加哥，不可能！我们快乐家族不会就这样子。加哥，中间我有听到我的手啊，就到这个位置。嘎巴！我被这个声音吓到了。我们来一个世界上最快的。哎，我想挑战杨威，对吗？哎，挑战杨威，杨威，来。力气也大，他刚才那个支撑。那这样，哎，世界上最快的，你确定要点？确定要点杨威吗？啊，他点杨威。你不是点我弱一点的？我最很强的，好不好？黄老师，黄老师，你留给我。准备，来，准备啊！三、二、一，哎，有的拼，有的拼，有的拼！快爆开了，爆开了，爆开了，爆开了！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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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使劲了，杨卫问我他使劲了吗？加油！啊，你不能这样侮辱我！青筋已经爆起来了。杨威，来个干脆的，一。嘉哥，你真的使劲了吗？一，二。我使了。他真的没有在用力，他真的没有在用力，怎么回事？我是不是要当了爸爸之后会长劲儿啊？这样好吗，黄老师？你搬我这儿好吗？好吗？可以。这样子啊？哎，因为我是女生嘛。来了啊！准备好了吗？双方，三、二、一，开始。飞起来了！怎么悬空了呢？不行不行，这个游戏的意义在哪里？不，我们让他们内部决斗，好吧？啊，哎，这样好不好？我们快乐家族选一个，我们觉得他们这边最有力的两个人，然后来比赛，然后我们来占边数。振宇哥跟振宇哥和曹格，我还没试过呢。对，让振宇跟曹格，你们两个。曹格，待会儿跟吴昕比一下就。谁？没事，来，振宇哥跟曹格，我们不可能一直输。这边吗？这边，这边可以，这边可以。请大家压着桌子，因为这个桌子有可能飞起来的，会破掉。好，对，来，一、二、三，我的妈呀！桌子真的有在飞呀！哇！哇！要不要？要！来，等一下，要过来，等一下要过来，不是要过来。哎，录大本营会比录爸爸去哪儿还累，真的。而且录完马上要出发拍新一期了，对对对，还是给他们保存一点体力，好吧？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第二个生存法则，必须要会做饭。哦，这一季太强了，五个人要做一桌饭的话，估计半个小时之内就全部做完。我们配合的哦，就是啊，曹格，你最擅长做的是什么？就他摆盘摆得很好，不是，我是不会做菜，我也对吃东西没有什么研究，可是为了小孩，我去学了做一些菜，就是针对小孩可以吃，然后是健康的。哎，杨威，你满意了吧？你终于找到答案，他就承认了，他承认他比他强，我觉得你比他强。杨威一直在这儿弱弱的抵抗，他连做饭都不会，就是煮饭都不会，对不对？米饭。不是，杨威一直在整个混，他说，哎，你们做菜很是的，哎，那你们真的做得很好，都会做。哎，振宇哥可以说一下，你杨威一直说都会做，都会做，都会做，都会做。你那天不是要去杨威家，可能是想你们搭伙啊？对，搭伙。就是因为，哎，我说你在煮饭，好啊，我在蹭饭吃啊。他说好啊，好啊。哎，饭应该怎么煮？我说。不是，他那个是一个大锅。对对，你解释一下。我是想，米放进去，水放进去就煮。对呀，就煮成米饭嘛。对呀，不然呢？然后振宇哥就拿了一个碗，然后呢，扣在里面，然后是蒸的盆子把它盖上。因为那锅是个大柴锅，你不能煮饭，煮不了饭，只能蒸嘛。你好像是在讲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但那盖上就是真的，他不承认，真的眼睛在发亮。还有他还要一直接怀疑，为什么你不放味噌可以吗？我说为什么放味噌？不可能一定要放味噌的嘛，啊，放了那个肥猪肉的那个味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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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段子忘了给你翻译了，我们翻译带来，来一段，来一段。我在我演其他的时候，重振演到他的徒弟，于是他就在跟我讲解，要做一顿饭的事情。师傅，师傅，我们这个要做什么吃的呢？这个呢，我们要做那个小猫口。哦，什么？什么？就是龙虎凤。我师傅说龙虎凤。龙虎凤。对，龙虎凤就本来就是那个好听一点，实际上就是小猫口。哦，对，就是蛇猫鸡。啊，什么蛇猫鸡？什么鸡？就全剧我在演他的翻译。好，那不是说杨威做了热干面还是挺成功的吗？哦，对呀、啊，那天香米、好好说啊，往正面说，往正面说，武汉热干面很好吃的，很有名的啊。杨威是把面条还原成面，然后就把现成的调料倒在碗里。我说你的厨艺怎么发挥呢，杨威？他就特别生气说。那个麻将不到底，他买错牌子了。不到底，不地道，不地道，师傅什么？可以到底地道，都可以，都可以啊。然后我就在这边歪头看，正好杨威在自己吃自己的干，那碗热干面他就一插就一坨面。不是，他有拌那个面，麻将要拌，插起一坨面。不是武汉，你说，武汉热干面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们是顾客，不要以为我没有去过武汉。我是卖面的啊，你这出去还能开店呀？一摊面啊，这里是一摊面，不是啊，这里是一锅热水，这里是一摊面，这是各种佐料。完了你说，哎，你要什么？你要热干面。完了我热干面往里面放一下，完了打到那个碗里面，然后各种佐料一放。明白，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不知道它后面发生了什么。他给我的是一个挂面，我怎么做？热干面是碱水面啊，哦，就是那个面挂面容易坨，坨在一起，那就怪那个面，都是面，面怪那个面，哦，没有，就是面的东西没有用，西红柿饺子麻酱也很重要，麻酱很重要，这很重要，太仓，我跟你讲，是面的做法不对和面的品种不对也是不同的，还有麻酱对不对和牌子对不对也是不同的。今天我们就把所有的这原料都准备好，让杨威来逆袭，我陪你。与此同时，黄老师呢，现场做一个这个葱油拌面。哇！我吃过黄老师的面，好好吃。我可以说这些年我是吃黄老师做的菜。黄老师在《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有一次，就是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用那个面粉呢，也没有那个锅铲，他就用手在一个大锅底下烙饼，烙到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就已经拍完了。停机了之后，他们不准黄老师走，让他把剩下的面粉全部摊完，然后现场的导演和工作人员排队在那吃饼，满足大家。所以他们说黄老师是一饼定天下啊、嗯！你就直接拌了，你锅都不用，你好歹也做个样子煮一下吧。其实吃热干面最主要的是芝麻酱，还讲解。不是要你主持的，是要你逆袭的。你什么都不干，在这里他在等着开水，给个盖，那盖子给我用一下吧。啊，可以。来，我跟你说，这些必须保证好，不然杨威也说，就是因为没盖子。没盖子啊！你想这个步骤是你想干什么？等水开啊，等水开。然后开完之后呢？他会不会永远都开不了啊？那最大了已经。最大了。杨威，我们这边水开了，要不先用我们这个？你那电磁炉是不是比我高档一些？哎，人家还是闲怪电磁炉，又闲炉的，闲怪电磁炉了。哎，你可以了，穿一下就行了。对对对，因为这个面是熟的。曹格整个在看一件陌生的事情一样。这个再煮就开了，你用吧，这是热的，他没有熟的，这是熟的，这是熟的，你看不出这是熟的呀？这个面看不出，还没有沸腾。观众要刚打开电视，一定想不到你们这么多人讨论的就是把面煮热一下这件事情，多大的技术含量，所有人都在聚焦。再多一点点，听我的。杨威那边做完了，哇！你就热了一个面，用了这么久啊！哎，他一直说，娜姐，不要说我在逆袭，我在逆袭。哎，那过凉水不就不是热干面了吗？对呀，你为什么要过凉水？你是热干面呀，这个不是冷干面了。你过凉水就是凉面了，就是麻酱凉面。热干面它是热的呀，再热一遍就好了。里面是热的，里面是热的。做个面需要那么大的手法吗？他给我的是个挂面，那个麻酱不到底，就是因为没盖子。没盖子啊！你那电磁炉是不是比我高档一些？谁坏电磁炉了？杨威，你一定会逆袭。杨威做得好，下面又怎么来？杨威。
扬我国你又开始还原了开始还原那边热气腾腾的这边就是拔凉拔凉那是葱吗变成那样对啊葱油拌面我以为放了别的东西对黄老师说这都不算是一种烹饪随手做一个小菜对呀对呀郑宇哥好哎郑宇哥他们那个哇听说的杨威一个人逆袭你们是要怎样来来你恭喜所有的人的厨艺哎你也不容易对这个肯定好吃哦你看这个哇你看郑宇哥边拌边吃哇好香啊哇疯了疯了来来来哇好香哇这个是要疯的这个等一下大家让一下让一下杨威的来了杨威的你这个真的哎每一个这是陆毅的来你们五个真的做菜都很厉害来来来把杨威好我宣布杨威逆袭成功什么摆中间杨威的摆中间看见没有真的太好吃了杨威他们是在整你让你逆袭是在整你你们没有人吃杨威的吗没有人吃杨威的吗杨威自己都不吃杨威自己都是用自己的杨威豪哥你吃了好不好你给他一点希望你好朋友我们是姐妹啊对啊小青跟小白小青郑宇哥不错怎么样麻酱好吃哇那个麻酱太麻酱好好吃想也没我做的我做的你做的郑宇哥你太厉害了但我觉得我的味道还可以可以可以好对对对你赢了好了吧那你们觉得他今天的逆袭成功吗成功成功好我们恭喜杨威逆袭成功何老师强行摆正那爸爸去哪儿呢看点除了有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我们的体操世界冠军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歌手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可爱的宝宝们那接下来就是宝宝们要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在他们上场之前我们首先给宝宝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让他们在没有这么多观众的情况下说说自己心目当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我们跟爸爸一起来看我叫杨文超我五岁了五岁三岁您今几岁呢四岁那十年以后几岁呀、啊、五岁妈妈多少岁六十爸爸呢不知道姚明多少岁反正是已经了吧那多多几岁你知道吗八岁八岁那你几岁三岁所以三岁是大姐姐还是八岁是大姐姐三岁三岁是大姐姐啊哦夏天会把皮肤给晒掉的晒黑的对妈妈就不认识我了带错人了所以我喜欢春天刚刚不是说喜欢夏天吗说错了为什么最喜欢春天所有的小孩都是在春天长大的秋天和冬天和夏天他们都不会长的那你比较喜欢月亮还是喜欢太阳月亮月亮为什么因为它很像一个发箍它很像一个发箍啊嗯哦你都不绑头发的啊男生的短头发女生的长头发男生穿不了裙子男生穿的这边对英文怎么说 Blue 妈妈爸爸妈妈爸爸那个盒子里全是满满的钱有多大的盒子呀这么大我们的钱就永远弄不完呢你知道那个盒子放在哪吗在门口一打开门这旁边就能看见啦
个100万，我就可以给多多买一条裙子，这两边都有一个小花，耳边这里有一个纱。有，我觉得我有翅膀。在哪儿啊？你在那个地方，这是藏起来了，在这儿。那你自己看到过吗？没有，因为是它只有你睡得非常早的时候才会长出来，但是你们都看不见。为什么我们没有翅膀呢？因为我们手不是这边圆的。因为我们有手，因为没有人的地方。哦，你觉得爸爸是什么动物啊？老鼠。为什么爸爸是老鼠呀？因为他很小。那你过来，这秘密。真的、哦、啊，那你这样说我就能听见，听到吗？你把手打开，打开说 I love you。 啊，大声说出来。我很快就长大了，我就能背着你走，你要是摔倒了我也可以把你扶起来，要是你饿了我也可以给你煮面吃。抱抱跟亲亲，亲亲爸爸。妈妈，你说我爱你。我更爱你，你说我最最最最最爱你。我只爱你和爸爸。好感动啊，这个好温暖啊，好温暖，非常温暖，非常羡慕可爱的爸爸们啊，因为这种联系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联系，而且是绝对排他的，就是有爸爸有妈妈，就是其他都不在了，代替不了的，代替不了啊，那种感觉特别好。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我们的宝宝们依次上场，好不好？好的，谢谢。那首先呢，第一组我们要欢迎的是吴镇宇的小公子，以及我们曹格的哥哥和姐姐。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宝贝们。好，我们依次来给大家打招呼，哥哥先来，好不好？哥哥先来。大家好，我叫做曹山峰。啊，好，欢迎你。好，姐姐来。啦。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 Grace？ 哥姐姐。你叫姐姐啊？你几岁啊？三岁。明天呢？然后明天几岁？明天几岁？明天4岁，对不对？后天5岁，一天1岁，对不对？
好，那 Freeman 到你了， Freeman 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Say hello， 来。Hello， 你叫什么？我叫 Freeman。叫 Freeman。Freeman， Freeman， 你最喜欢哪个小朋友？ Joe。你最喜欢 Joe。他最喜欢你。Joe， 你最喜欢谁？那你最喜欢哪个小朋友？杨洋。是谁？杨洋洋。直接。好了，姐姐喜欢谁？姐姐。姐姐喜欢贝尔，还有哥哥。最喜欢贝尔和哥哥，但哥哥说你最喜欢多多哎。贝尔跟多多。贝尔跟多多。那哥哥又不见了。不是，你听错了，他是多多，不是哥哥。哦，贝尔和多多。啊。他这里站上去。哎呦，自己来哇！好厉害哦哦哦！哇，你要的。姐姐要站高的，姐姐。哇。要小心。这样哈 ，Freeman 最讨厌的事情，他走在街上，然后会有路人走过去说：“这个小姑娘好可爱。”我们不是小男生，对不对？哎，你会臭脸给他们吗？臭脸哦，对，你就这样啊，吼他们。Freeman， 你摆一个，你摆一个最男生的、最 man 的那个 pose， 好不好？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对爸爸这样就最男生就是给爸爸这样。你是不是很喜欢那个蜘蛛侠的面具？是不是？为什么要带着他？爸爸，因为蜘蛛侠的女朋友漂亮。蜘蛛侠的女朋友漂亮。你一定要代替他回答一个错的，才知道什么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其实是不知道。又不知道了哈。好，可以拯救世界，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短片呢，是我们那个 Freeman 的这个成长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请看。这个文静的小妹妹是谁呀？她可不是小妹妹，她是如假包换的小男子汉 Freeman 呢，都是发型惹的祸。你看，换个发型，一秒变身男子汉呢。别看她才5岁，小 Freeman 可是音乐小神童呢。这位小朋友，你确定你在弹曲子吗？想做小音乐家，认谱可是基础哟。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小歌唱家的大作吧。这么有音乐天分的小萌娃，作为老爸可要好好培养哦。好，来，我们掌声给他们。哦，厉害，棒。接下来我们看曹格，你听说那个视频是你自己剪的，对不对？我很爱拍他们，从以前从小就爱拍了。你后来有一个，不是有一个软件是可以拍视频的，你就疯狂的每天在在上面发那个拍了，然后就剪，然后。所以我们真的好像是看到姐姐跟那个哥哥一起长大的哈。是的。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 Joe 和 Grace 的视频，来，请看。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你没听错，她是3岁的大姐姐曹格的女儿 Grace。 那你要大家叫你什么名字？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姐姐。她的每一个表情都会让你忍俊不禁。 Happy New Year。 哇哇，她是古灵精怪的萌妹子。爸爸加油。那拜托拜托的脸呢？她是个性十足的小萝莉。Sister。她是最爱长裙的小公主。姐姐有一个5岁的哥哥。Hello， 我是 Joe。哥哥嘴甜又爱笑。我最喜欢爸爸，爸爸唱歌，他唱得很好听的。Hello， 我的 Rainbow， 我喜欢你哦。I love you。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我们老爸，老爸，我们是哪里呀？爱你是。
爹爸妈妈。拥有这么一双可爱儿女，曹格大哥，你才是真正的人生大赢家。好可爱哦，好可爱，真的人生大赢家这个词很准确。谁嘴巴那么甜呢？是谁呀？姐姐好能吃啊，姐姐。为什么说曹格是人生大赢家？这一对儿女多可爱，然后老婆超漂亮的。今天曹格的太太也在现场， yeah! 欢迎你。看到没有？你看看到没有？你喊妈妈，妈妈挥手，你大声喊妈妈。妈妈。那边。看到了，又哭了。这里呢？他会不会永远都看不到啊？这里，快给妈妈打个光！妈妈站起来，妈妈站起来！现在看到了！女儿坚持，女儿坚持看不到，妈妈坚持不让女儿看到。他们两个现在玩得很好啊！你们两个现在玩得很好，是不是？他都说了，他最喜欢是 Joe， 因为 Joe 对他玩，对是。对，我们先听 Freeman 念个古诗，然后姐姐你念个三字经好不好？ Freeman， 你先念一个诗好不好？古诗。槟榔出壳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耶！好棒啊！那姐姐你要不要念个诗？姐姐，姐姐念诗，准备，预备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无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好棒！我要告诉那个姐姐跟那个 Joe 一个好消息，因为今天 Freeman 有给你们带礼物，所以要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对不对？ Freeman 去，来 Freeman 把礼物拿过来。Freeman 有礼物。妈妈。哇，站起来。Freeman 给他们送了礼物。哇。好朋友。好了，我们先 Joe， 然后姐姐跟 Freeman 先跟爸爸下去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上来玩游戏好不好？待会儿来玩游戏哦，好不好？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另外的我们的三位宝贝了，那就是黄多多，还有我们的杨洋洋，以及可爱的贝儿，我们欢迎他们三位。三位妈妈都在，我们掌声欢迎杨云、鲍蕾，还有我们的孙俪。Yeah, 好美啊，都好美啊，好开心，好开心见到你们。首先给大家打招呼啊，我们从贝尔先来，好不好？贝尔先打招呼，介绍自己好吗？预备起，大家好，我是啊，紧张了，紧张。那你那个深呼吸，紧张的时候就深呼吸。好，来，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今年几岁呢？五岁。好的，非常好，非常棒。来，掌声给贝尔，不紧张啊。好，下面到多多了，给大家介绍自己啊。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多多，我今年八岁了。有人要送你裙子，你知道不？你要送谁裙子呀？你那么大方，送了。直接来，杨洋洋，你今天叫什么？你叫什么？叫杨文昌。杨文昌。你属什么的？你上次属狼，你这次属牛，下次属什么呢？为什么只有你有个墩子，他们都没有墩子？那个，我想问杨洋，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小朋友都只在春天长啊？其他三个季节在干嘛？
在吃，在吃、啊、其他三个季节吃。对，三个季节就这么长，冷到春天到这么长。哦，但只有多哎，只有多多能够理解他的世界，多多懂你，懂你。再多买一条裙子，好了，大气一点。杨洋洋今天有给快乐家族带来礼物，真的？哪个是？这是谁？这是杨洋，这是你画的吗？好，你把它展开给我们看一下。哦，好期待哦！啊，集体的。哦。这哪个是哪个？哇，原来是一个人呢。你画的好好啊。画了一个复印的吧。来，杨洋，谁是谁？你指一下。拿着，你帮我给我们指一下，谁是谁？谁是谁？这个是海涛，这个是谢娜，这个是何炅，这个是佳佳，这个是吴昕。哇，你记得好清楚，好好哎，而且你都记得。我个人非常喜欢你设计的黄裙子配绿袜子，有一种中了毒的感觉。浅黄深黄。杨洋洋，为什么我是有一只眼睛是一条缝啊？我可以理解这个是为什么是两条缝啊？你是这样的，你再做一个，让大家看为什么我是怎么样的？哎呀，谢谢杨洋洋送给我们礼物，谢谢谢谢谢谢。我想问一下杨洋洋，你在《爸爸去哪儿》的，你爸爸是在游戏里面赢得多还是输得多啊？赢得多呀、啊，是你自己认为的吧？那我们没看过节目呀，想什么？好了，好，贝尔现在不紧张了吧？贝尔，不紧张了。贝尔现在不紧张了。你这么多小朋友里面，你最喜欢哪个小朋友？多多。哦，你也最喜欢多多啊？多多，你人气好旺、啊。多多，你人气这么旺，请发表一下感想好吗？你开心吗？小朋友都喜欢你，你开心吗？哎呀！贝尔也喜欢多多，你也喜欢多多，那怎么办？有。示威来了是吗？示威，贝尔在啊！杨洋太坏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怎么办？他喜欢玩杨洋洋来抓他。不是，他还喜欢玩一个跟爸爸一起玩的，对不对？你除了玩杨洋来抓你，你喜不喜欢爸爸抱你飞？又比身高。贝尔跟杨洋比身高去了。他喜欢是不是？啊，喜欢喜欢。实在比杨洋洋。不是杨洋洋不知道，以为是在抚摸他的头部。好了，杨洋贝尔贝尔，爸爸抱你飞一个好不好？爸爸抱你飞一个，来啊，我们看怎么飞一个。啊！哎呀呀呀！我天哪！哎呀呀呀！不害怕吗？不害怕吗？肯定不敢玩这个。你还要你这样，你借给别的小朋友玩一个，还有别的是吗？还要甩吗？还要甩？不要还让。甩一个给洋洋来一个，洋洋你敢不敢？洋洋你敢不敢？我还是。哎呀！好不好玩呀？哎呀！一看眼脸上就很爽啊！哎，又回到台阶上。开始，洋洋没玩过这么高的。洋洋只会站在台阶。贝尔并没有管自己爸爸在晕这回事，邀请每一个小朋友，你来这，我爸爸可好玩了。哎呀，多多也晕了，多多也晕了。好，那接下来贝尔只能玩一分钟，好不好？羊羊羊抓贝尔的游戏只能玩一分钟，好吗？还有多多一起，好，那多多我先帮你拿这个，我先帮你拿这个。好，来，羊羊去捉吧，贝走。看着，哇，羊羊属狼，小心啊，小心，后面不要去啊，后面不要去。多多并没追多多，羊羊没有追贝尔，一直在认真的追多多，认真的追多多。贝尔以为自己在玩这个游戏。贝尔一直以为自己在玩这个游戏，是不是？杨洋洋追多多，贝尔追杨洋洋。好了，可以了。杨洋，你很明显了，可以了。杨洋，好了，好棒。贝尔一直错以为是在玩，好玩的，好玩的，对不对？他有幻觉，对，没有抓到你。贝尔说没有抓到过。贝尔他没有抓到你，他永远的抓不到你。多多是一个非常有是非观念的小朋友。上次有导演问他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他非常生气，他非常认真的在计较，哭了，说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说不可以这么说。为什么不可以问这个问题？因为你都很爱他爸爸妈妈，但是如果你说你喜欢爸爸妈妈会很伤心，而且妈妈费了很难才生的你，如果你说你喜欢妈妈，爸爸也会很伤心，因为爸爸
好感动啊。啊，我们因为我们上一次呢有在大本营放过我们杨阳洋的那个成长的视频，我们也放了贝尔的，我们看了贝尔好可爱。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放的是我们多多的成长视频，啊，你看黄老师在抹眼泪啊，这个爸爸不容易、啊，好多人都哭了。好来，对，好，我们来看看多多的成长视频，来一起看。这位气质小美女是谁呢？原来她就是黄磊的女儿黄义慈，小名多多，想要弹得一手好琴，可得好好下功夫。你看，多多就从白天练到了晚上，从夏天练到了冬天。第二行贴出来。第二行。有其母，必有其女。还和多妈一起练就了四手连弹，真是太厉害了。当然，作为黄大厨的女儿，入德厨房可是必修课。一起来看看多妹在做什么吧。我在做香蕉蛋糕呢。香蕉蛋糕啊？哇、嗯！哇，这里边都有什么内容啊？4个鸡蛋，8根香蕉，半瓶牛奶。牛奶吗？酸奶。真的很干。那是不是等一下再烤完我们就可以吃了？嗯，好嘞，那等你的蛋糕啊。过这么乖巧可爱的女儿也有她的软肋，听听她想说什么吧。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太想你了。黄磊爸爸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多陪多妹哦。黄老师，你要对多多说什么？嗯，我爱你，我爱你。哎呀，哎呀！好了，那接下来最后呢，我们会请出所有的爸爸跟所有的小朋友，跟我们进入到今天非常有趣的科学实验站。你继续。姐姐没有顾得上啊，镜头过来的时候姐姐都没有顾得上，姐姐要单独的对镜头挥挥手好不好？姐姐你来到啊科学实验站了，来要单独的挥挥手 say hi。 姐姐僵住了，应该是要哭。好了，那我们今天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科学实验站有什么好玩的呢？首先我们要请诚实女神娜娜小姐来表演一个魔术，有没有要看魔术？好，那来请我们的黑衣人把魔术倒出来。是破我的魔术了。来，我们小朋友都站到这个桌子旁边来。好，姐姐要给你们表演魔术了。不会。娜娜，你这样一直讲，姐姐一直以为是她要表演。姐姐，我来表演啊！来，不要动。应该是。好，先不能动她的。娜娜，你应该是被毁了。不是。应该是毁了。对，本来是白色，你就说不要看，我把它变成。那个是后面。我先表演前面，就这样，然后其实拿底下的，那是后面。来，先看他啊，先看他表演。来，我们先这样，我们好不好？就是先拿这张纸，谁要啊？好，你先拿着啊。啊，这张要来，我先请，先等一下，我先请啊。哎，不要，别弄了。好，大家不要，听我说，那个。这个谁拿？好，就说你已经拿了一个了。等一下，你拿两个了。是翻面的。你拿了两个。别再见了。
姐姐表演不了。这个杨洋洋，你把这个拿着来，来拿好了啊！姐姐开始表演魔术了，只能控制得住杨洋洋。这个不要动啊，是有设计的，不要乱动。来，姐姐你等一下啊！啊，对对对，来，来，魔术师，来，千算万算。觉得大姐你就快下手，不要平摊的这样，姐姐倒上去，看这个水会不会漏，好不好？你们觉得会不会漏啊？不会。坏了，你完了。不会。啊？不会。不会。啊？不会。会不会？不会。那会不会？不会。会。啊？不会。不会。来来来。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看。看这个水到底会不会漏呢？哎，漏了啊，漏了，看到了，那、哎、就漏了。一手蓝墨水，看到没有？对对对，说了会漏吧？刚才你说不会漏是吧？哎，但是它漏了，这就是因为是洋洋这样子啊，不对不对，这就是姐姐变的魔术，水倒在纸上会漏。好，接下来我们来请多多小朋友来，那这个倒在上面会不会漏呢？拿好、啊，要近一点哦，离近一点。哦，我知道了，因为碰着不一样，这是一种感觉，那种布。我在学校做东西，我就用过这种，沾一下水它就不会漏，然后就可以贴到东西上。只不过你看这些，你看摸着不一样。大姐，你是表演魔术还是被传了？为什么呢，姐姐？为什么那会不一样呢？你试试啊！哎，我试一下，你们觉得会不会漏啊？会。又开始了。不会漏啊！这两个不一样。不信自己摸，这是一种布的东西。不是，这个跟其他是一样的纸。你是说你手上拿着跟其他的不一样吗？不一样。哎呦，这不是都是纸吗？来，我们一起。来来来，妹妹看不看得到？啊，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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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贝尔的呢？来，你先把那个，你把这个拿吧。你试一下这个。哦，哎呀，哎呀，哎呀，妹妹不会。不是，姐姐是有魔力的，你知道吗？不是，那你自己试试。哎，不是，哎，嗯、啊，来来来，我试一下啊。哎、啊，那你试一下真正的纸。你看真正的纸，真正纸它会漏，你知道吗？我那个也是真正的纸啊。那不是，你不真的不一样。你看，我撕给大家看，我不能在观众面前献丑，你知道吗？不是。哎，但你看，你刚才撕下来就有一些白色的那个东西，小东西哇，这个是一个东西。因为娜娜姐没有试过这一刻，合作合作合作。OK， 好，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啊，这个擦掉了，娜娜。你把那个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板子，上面什么字都没有。有，对呀，本来就没有，本来无一物，擦掉就更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好笑，把它垫出来，然后你们真，你这些梗你们是铺出来的吗？真的好笑哎！你快点变完，快点抓紧变完。大姐，你就早下手快。哎，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用纸，当然是这样的。多多，你知不知道这个如果放到这里面会不会漏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嗯，会漏啊，嘿嘿，那你拿着啊。娜娜，你不如让多多主持这个环节。哎，你看漏不漏？你看来回动它，没有漏。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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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吃了。哎，没有漏。哎，看到没，这就不是说你们学的那个，是完了，那上面本来没有字，现在有字了。说了让多多主持还清楚一些。曹哥什么都没看到吧？这儿真的没看到，这个连姐姐也不动开呀、啊，姐姐不吃这个。杨洋洋还说，杨洋洋，你们别以为能捡走啊，他们说话永远是吗？你看这上面是不是没有字、啊？戴眼镜哎，有。大阿姨，我就想这样，刚才曹哥是贝尔他自己说的。贝尔，你看这儿有没有字？娜娜，我建议你就变这个魔术，别跟大家互动了。妹妹，好姐姐，好来吧。妹妹说的。啊！啊喂，怎么？啊，这里面是我魔术的道具。来了，倒一下。就你看，你看这上面本来什么字都没有啊！你看姐姐。哎。
哇，好神奇啊、哦！是他有，他们已经擦掉了。对呢，你们已经。哇，好漂亮！看看哇，很成功啊，很成功啊！这是我， yeah. 这是我魔术的滑铁卢，好吗？他们是来整你的。我听，我们走之后你慢慢补那个镜头，好不好？对对对，好。不补了。姐姐，姐姐擦手。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也要。有啊，我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原理就是很今天将是我离开魔坛的日子。好，维嘉给我解释一下，原理就不用讲、啊，因为多多讲得很清楚了。这个纸上面呢，用了一种叫做纳米的涂层，因为纳米也就是我的粉丝。纳米是很小的一个那个单位，然后呢，它跟水的密度完全是不融合，就透不过去，所以它能够隔水，就叫超疏水现象。超疏水现象，没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荷叶上面看到那个水珠在荷叶上滚，露珠，因为就是荷叶上面也有这种纳米的这种物质，所以就会有这种感觉。好，黄以慈，什么叫纳米？一种东西。好，回答正确。这上面都是有水珠，哎，小心！哎呀，对对，这个都是娜娜姐姐变出来的。好吧，姐姐的头发全泡在蓝色。我想问一下，有谁要玩泥巴？谁要玩泥巴？好，来跟我走，跟我走，换衣服去，来这边。好，今天我们科学实验站发明给你们，斥巨资，花了大心血，带来爸爸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熊孩子放大招之，脏衣服。弄脏衣服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摔不完的跤，比如人生有许多次意外，妈呀妈呀，其结果总是家长有洗不完的衣服，和促进了清洁行业的 GDP 发展。但此次爸爸去哪儿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重创，熊孩子的终极大招泥潭大战，当小腿陷在泥里拔都拔不出来，脏，当泥巴溅湿了半个身子，脏脏，当泥巴已经完全把他们变成了泥人，脏脏脏，结果爸爸们陷入了一种绝望。这个该怎么洗？谁不要钱就洗，随便洗。看看吧，看看吧，好手放进去，再把泥巴动完就可以了。还有，好，就这样。为了解决这一世界难题，啊啊啊啊！科学实验站重磅企划，为爸爸们送上神秘大礼，熊孩子们，你们准备接招吧！这一季的《爸爸去哪儿》非常的辛苦，常常要去到一些，比如说水里面呐、泥潭呐、或者是很多这个、那个足球赛，对呀、污泥里面，洗衣服洗了两天吧，两次吧。洗到现在还没洗干净。哎，我特别感动的是郑宇哥说那个乡亲们的那个洗衣机，他说里面有沙子。对，他老人很无聊。我说，我知道洗衣机，他就说为什么不放入屎？我说，你不知道沙会破坏那个内胆，因为有一个孔。他就是自己来洗。黄老师特别可怜，他洗完了，已经洗完了。节目组说，那赞助的洗衣液没带上，是吧？让我重洗一遍。你儿子有两天都是你。泥巴里面都没洗干净，你真的洗干净了吗？有啊，你觉得我们带了干洗那种，有干洗，你问了周啊，周后来都用把粉一撒上去，有那个干搓的粉哦，你带了，没有办法，不是不是，小孩子不能乱洗脚，在陌生的地方会怎么样？会凉。脚凉，会脚凉啊！小孩，哎，刚才说的那个，如果就是不怕脏，永远都不怕脏，永远都不用洗的衣服，对于爸爸们来说，来参加这次节目是不是一个福音？对吧？每次就穿这一件，就穿这一件，对，太好了。不是，我在想，在一个泥地里面，完了全身特别干净的在踢足球，什么场景？这个画面是很诡异，对不对？很诡异的画面。你可以把脸弄脏，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我们快乐大饼呢，用这个纳米技术呢，用这个超耐水的这种超疏水的这个材料呢，做了这个小朋友的服装。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小朋友走秀出场。一二
新造型。等一等，不要等一等，姐姐看得到我知道，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啊，好，一个个来，要崩溃了，我知道，一个个来，好吧，好，我们首先呢，小朋友不是要进去泡澡哦，是要进去踢球，要把球踢到那个网子里面，自己踢，每个人要罚一个点球，看谁能够踢成功，好不好？那谁先来？谁有勇气第一个先来？好，那。姐姐也举手了哇！姐姐先来好不好？那我们就从最小的开始好不好？王一慈可以吗？然后你就是最后。Grace 姐姐加油哦！好 ，Grace。大小哎。杨洋比你小，对不对？那杨洋第一个啊，杨洋第一个，然后你要自己进去啊。为什么杨洋比你小？姐姐好明白。其实是谁小？哦，姐姐最小。杨洋你几岁了？5岁。杨洋5岁，姐姐你几岁？3岁。那你最小，姐姐先来。抱进去。姐姐先来，自己迈进去啊。哎呀，好勇敢呐！真的，一点都不脏，哎呀，一点都没事儿，没脏吗？真的没，没脏。等一下，就等一下，一个个来，等一下，乖们，等一下，完全不脏，完全，你看球脏成那样，踢进去，再来哦，再来，你要想办法完成。来，预备，开始，哎，他在研究自己衣服为什么没有脏哎。哎，踢进去，姐姐！哦，好酷啊，这个衣服！哎呀，那边，门在那边，进门，姐姐，往这边踢，对了，这边，踢，再来，小心一点啊！再来，一二，啊！一个石头，好，祝贺！下面是杨，对不对？好，来，我们试一下看，真的不脏哎。对吧？踩，好酷！好，杨洋进去了，厉害！哇，一点都没有，哇，就进了。杨洋，你给大家表演一个，坐下，起来，坐下去，敢不敢？杨洋坐下去没关系，坐下来，一二三，坐下。手别扯，哎，对。然后起来。好委屈，杨洋。哎呀，没有脏，哇。转一圈，爸爸看看，转一圈，好样的。下面是谁？贝尔，你要不要玩一个 Joe 在里面追你的游戏？不要。好，到我们 Joey 了，都 Joey 了。Joey 在泥巴里面如履平地啊。丢到他身上。哎呀，没事，你丢到自己身上。好，下面到我们多多了，我看你要怎么在里面打滚。多多，你敢在里面打滚吗？哎呀，累了，哇，没有脏。你是一点，他为什么会有一点点？杨洋也进来，他一擦就会擦干净，漏一点，都进来。好，开始打了，完了，开始了啊！没事，不用你们洗衣服，不用爸爸妈妈洗衣服，打起来！在地上滚！杨洋，热情的邀请姐姐进来，哎，你们可以那个吗？哎，我们大人也可以拍，也可以玩吗？可以。我们先把小朋友这个拿出来啊，小朋友来，多多来，我们要换一个玩法，因为我们要现在大人穿这个衣服，我们往他身上泼颜料，好不好？我知道，我们再换一个别的玩，来，这是谁坐在那儿？是贝尔吗？贝尔，那是你吗？贝尔，你已经定住了吗？在那里。好。哎呀！好样的，自己身上泼呀。哎呀！弄到那个 Joey 脸上，快帮他擦，帮他 Joey 擦。没事。哦 ，Freeman， 来。没事，你出来，我们擦擦手啊。现在玩一个新的，不是泥巴，换一个更酷的，来。
刚才呢，我们小朋友已经玩得很开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大人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纳米技术的保护力。我们要派三个代表，一个是爸爸们里面要推一个，另外一个是主持人里面要推一个，好，第三个是黑衣人里面要推一个。哦，爸爸里面推谁？宇哥。对。为什么？因为昨天投票的时候我刚好上厕所，他没在。然后呢，我们主持人里面推维嘉，我来，佳佳来玩。好，那黑衣人里面还要推一个，我们黑衣人是 谁？好，现在2-1，现在票数最高的是亚鹏。好了，那请大家把衣服换上。哎，多多，你有兴趣穿这个来泼一下别人？好，接受挑战很简单，维嘉站到这个画板中间。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派的第一个代表是杨洋洋。杨洋洋，把这个泼到维嘉哥哥的身上，好吗？去吧，来，姐姐不要去哦，姐姐不要去，姐姐离远一点。一、二、三。不行吧，杨洋洋？哎呀，真的防水啊，维嘉。快去，快快点，快点弄。快！好，没事，好，谢谢杨洋洋，杨洋洋的仇杨威来报，好不好？我们换杨威，由你来泼好吗？怎么就结仇？好，等一下你来泼啊！好，来拿大的，好，来走。啊，大头，好大的头！没事儿。你转一圈，维嘉。没事儿。一点都没有。好，维嘉顺利过关。好，第二关我们请振宇哥来，要泼吗？你也要。好，哎，你泼爸爸，这样好吗？我泼来，哎，话筒给我。好，来，哎呦，好，多多也要泼是不是？来，多多去。哦 no， 要泼吗？不要啊，他不要了。好，杨洋再试一次，再泼自己一次来。杨洋再试一次，杨 try again。杨洋加油啊，姐姐要是不是？来，姐姐我帮你再来一次，加油。哎呀，再来一次，杨洋加油。好，哎呀，又见脸上了。好，给姐姐。杨洋的脸上全部。快找人帮杨洋擦。好，快杨。可以了。姐姐也要泼啊，姐姐我们换一个人好不好？我们要泼振宇爸爸吗？爸爸抱你啊。好，马上啊，来，一二三，哎呀，哎呀，哎呀，大姐，姐姐，哇，陆毅，黄老师，千躲万躲都没有躲过姐姐，姐姐赞你一个，好，回来了，接下来换我们黑衣人亚鹏，好，多多你要泼他对不对？好，多多去吧，来一。小心别滑倒，一二三。所以所有人都是安全的是吧？只有陆毅是不安全的，还有娜娜是不安全的。你们两个应该拍张照啊，还可以泼。好，来走，三二一。杨洋又中标了。好了，贝尔又去了。好，玩得开心，谢谢小朋友们，谢谢爸爸们，谢谢。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下期看点。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男神季热力持续升级 ，XO 全新阵容华丽归来。最颠覆当男神，一秒变萌娃。哎呀！最手忙脚乱当男神，遭遇奇葩游戏。哎呀！哎呀，举不起来！哎呀，不可能！太难了！天性解放大走怪，好蠢呐，这个。好，人仰马翻，大混乱。累死。
태어나서 처음 해보는 거예요. 最私密 XO 宿舍生活全公开。이친구가같이하는게좋더라이렇게오네대다만화책만화책오宿舍密室大爆料成员互掐不留情하호가화장실이수호형이랑脸红了吗？更有超残酷宿舍游戏，输的人喝苦瓜汁。如果你要邀请那边人喝一杯的话，你必须自己再多喝一杯。围攻伯贤，众人火力全开。伯贤招谁惹谁了？我知道，就这样子。XO 首度公开回应解约风波，这么多人在一起当然会有很累的地方，但是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嘛。最振奋的全新起航，XO 开完奖，开完奖，不用不用 XO 祝福努力拼搏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更好的明天和未来。下周末快乐大本营，奋斗不止，青春同行。好的，谢谢，今天玩得非常开心，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泥巴大战能够帮我们爸爸们还有宝贝们解压，希望他们在爸爸去哪儿第二季能够玩得特别的开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飞鹤一罐好奶粉、高姿美白 BB 霜还有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看看快乐大本营。好，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湖南卫视自主研发的爸爸去哪儿手机游戏上线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手机游戏，下期见，拜拜。稍后请收看，谢谢爸爸们，谢谢宝贝，我们都暗笑，谢谢。